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我刚下班回来，饭你又不吃，你要老忙煮粥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我现在要吃清淡一点，注重养生，不像你们天天大鱼大肉。什么情况？没钱人过的生活，像我这种有钱人，我要吃清淡的，知道吗？你觉得有什么问题？你干嘛了今天？我是有钱人，所以要吃清淡。你快走！就你这种人，我不想吐槽你。干嘛要喝粥？有饭干嘛喝粥？他们拿着铜的包饭，铜的包碗都够的。这是牙子痛。我的妈！牙龈肿啊！我现在说话都要小心。靠里面吗？会不会是智齿啊？肿啦！那就是吃的，背着我吃的什么好吃的呗，吃的呗。估计就是吃了那两只鸭子，知道吧？还怪人家鸭子，我们吃什么就没事，肯定在外面偷吃了别的东西。平时吃多的那个，哎天哪！现在那个烂桌子，看我那个。老妈说她平时吃多了鸭子，吃多了辣椒。都不敢吃，真的，熬的。小白，疼的我眼睛，还有这边脑袋都有点疼。是不就是智齿哦？最里面的是吧？啊，最里面如果长智齿会牙腔会肿哎，是啊。什么是智齿？就最里面的一个牙齿，然后如果长的话，如果好痛的话要拔掉。哎，那待会你看一下，反正肿了。今天晚上。又，而且还是我最喜欢吃的辣椒炒肉。不好意思，你没有口福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牙齿什么时候好，才能吃这个？我牙齿没好，家里面不能吃肉。你想多了，我们不能吃啊。老爸就吃这个吧，我把肉都收起来。我们不要吃啊，放下，揍死你哈！牙齿，疼起来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是疼得要命。牙疼不是病，痛起来真要命。我情愿这个手上啊、胳膊上啊被刀划一下，也没有这么疼。快吃点，煮粥。喝点汤，喝点汤。饭我都不吃了，太疼了。叫你乱吃东西，活该！我这个啥就吃了那两只鸭子啊，就你吃的两只鸭子，全部被你吃掉了，我都没有吃，就全部被你吃掉了，不要省点给我们吃啊！你不吃，我们吃。快吃，等会我喝粥。这是最爱吃的肉肉，我要养生，不像你们。好好吃哦。切。现在拿这个擦一下，消一下炎。这下是上次你儿子口腔痛的时候买的。买了两罐，拆一罐新的。我帮你拆吗？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会很熬。肿了一个这么大的痘痘在手烂了，我刚看到了。这个应该就不是智齿，上面烂掉了。先竖一下。喊五分钟，反正没事。爸爸怎么了？粥煮好了，煮的不够稀，要煮稀一点。你怎么还有脸吃青菜？能吃吗？我讲那么多，你就一脸嫌弃我也就算了，还话都不讲，你眼睛又干嘛了？我的，拿着它就给你感觉它的神经。假如你左边牙齿疼，它会扯到你左边的眼睛和左边的脑袋疼，附带的。有这么严重啊？你眼睛也疼啊？嗯。你要去看一下耶。你要不先带你去看一下？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二次疼到这个地方。第在外面上班的时候疼过一次。也是牙疼啊？疼到我脑袋疼，我以为我脑袋有问题，我去看脑袋去了，花了几百块钱看脑袋。后来百度了一下，他说这牙齿疼，他的神经会附带脑袋和眼睛，后来就买止疼药看好了。啊，赶紧吃完就洗澡睡觉吧，睡觉明天起来就好了。这用另一边吃能吃吗？他的眼珠子会疼吗？你戴上个右边好疼，这个我今眼的疼你不就是眼擦，你要擦住就堵住。听到老爸说什么吗？这是个优待。特殊的优待呀你啊！老爸牙齿疼的时候就没有吃，还是吃饭。你疼想喝粥就给你煮粥。
慢慢吃，慢慢吃，不敢嚼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我感觉这个青菜，你吃不了。慢点吃，吃点那个稀饭吧。你看一下，老妈多心疼你。老妈刚给他看了一下，然后里面烂了。我疼呀，把这天子干，好适用我，我疼呀。